不是在玩你画我猜，为什么那个按键是可以搞得好像在玩什么 FPS？ 你说我的吗对呀、啊，？Sorry，感觉超刺激的。没有打字比较慢，就好像你在飞快闪身。太难画了吧？这题目，我的天哪、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？我跟……这很难。那这题目到底是谁取的？你他妈呆着！这啥想啊？这什么？太小了，这个太能画了吧！等一下，这什么东西、啊？你们到我们到底是有仇是不是啊？刚我已经耗掉一半时间，我什么屁毛都没画。哎，不错，很好玩，哇，指定的。三小，这三小啊，我笑死。开始，我呢？翁宇航飞在外太空大喊 "pen"， 这这这怎么看？不要外太空哦。翁培义在太阳底下数星星，我就觉得一个 fly 怎么数星星？你看这个，真的超级像，哎。我看，你是哆啦 A 梦还是哆啦 A 梦大头贴那个吧？为什么是尾音？为什么是尾音？那个粉红色三角，我完全没想到欧美一，我笑死。欧美一有没有看到？欧美看到了，就看他头贴啊，就是他。他注意啊，出题。毛病发灾，我有自己的原则，臭样。我完全不知道怎么，我完全不知道怎么画啊，搞花草。我要犯原则。他妈的，我超傻眼。当我是个臭要饭的，教教你原则。好，我很无言。然后最后变成左边的人不知道右边的原则是什么。毛毛出题，用鼻孔吃拉面，大声说好吃。干！我真傻眼，我以为那个是嘴巴。哎，怪拉面好吃，给你一个好棒大拇指。拉面好吃，而且我还写错字。你的桃是桃吗？拉面 delicious， 太简短了。好，我现在恐龙出题。我现在只一只手打字。让子弹飞，让子弹飞一回。这傻小，我他妈不知道怎么画、欸。原来是子弹吗？原来是子弹。我知道后面变成后面变超鸟的东西。左手有一颗绿色的发光。还有夏华漩涡鸣人，好，
然后漩涡鸣，完蛋了，我从我这边歪掉了，还兴奋，那人多咋子给？啊，还加题。哇、哦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都来不及画完，差一点呢，好厉害哦！我一定要带你回去 ，Sasuke 要带开他，还给我唱青鸟，好好好，结束。